年轻一辈的都是到外工作，所以带来上学的有可能都是阿公阿嬷或者是阿祖，所以就从我们偏乡做起，极力推行以及落实祖孙周，然后弘扬我们的孝道教育。真好啊，就是这个活动啊，三代祖孙情啊，对啊，所以就是跟妈妈，刚好妈妈有空，就带着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啊，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还蛮有意义的。我希望说他可以饮水思源，他可以感恩这样子，很好啊。对，好。两个小朋友跟我都很好。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我是林怡婷。你知道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吗？为要增进孩子与祖父母间的互动，台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配合科寮国小新生训练，举办大手牵小手祖孙共学趣活动。台湾人口逐渐老化，在偏乡父母在外地工作，而孩子通常都是阿公阿嬷所带大的，因此祖孙之间的情谊也相对密切。透过祖孙手牵手入学及互动小游戏，让阿公阿嬷也能参与孩子的每个成长阶段。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张主任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张冰英。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祖父母节。我们台湾现在的人口结构，它是高龄少子化的现象，因为整个工商社会的形态，或是整个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好，让我们的孙子女跟我们的祖父母他之间的互动其实是非常的疏离的。好，相关的研究显示，就是我们祖孙之间的互动其实真的是有待加强的。好，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教育部他就把每年的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就定为祖父母节。好，那希望透过祖父母节或者是我们重阳节期间，能够规划一些能够增进祖父母跟孙子女情谊的相关的活动。好，那另外呢，好，我这边的话也要提醒我们的孙子女们，好，只要是你们能够找时间多多的陪伴我们的祖父母，好，多多的跟祖父母互动，多多的陪祖父母讲话，我想这就是给我们的祖父母最好的礼物。好，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他有很多的智慧，有很多的经验，好，他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好，这边是我们对我们的孙子女的一个期待。好，那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活动的规划，能够让我们的祖父母跟孙子女之间的互动能够更加的频繁，之间的情谊能够透过一个多一点的互动更加的增进。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今天欢迎收看九月一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会临时会上午原本排定临时审查108年度台南市总决算，不过议员关心的焦点也是放伫开放美国猪肉进口议题，包括各产地的标准如何申请、感受定期抽查等等。市府为捍卫国产猪肉，率先全国推出国产猪的标准，并且伫8月31日打出第一间的产品业者。不过上午议会临时会接受议员关心，餐饮业者到底如何申请？市府是不是会做定期的抽查，为人民来把关？要如何申请？跟议员报告好，我们包括餐厅或者食品加工的业者都可以到各区公所去跟区公所申请。那目前已经有12家来申请了。所以整个台南市目前只有12家，那你们有没有去宣导？有透过新闻稿宣导，也有透过各区公所去做加强宣导。而且市长哦，昨天也，在我们湖楼餐厅哦，有做一个全国性的宣导。因为我就是因为看到市长这则新闻，我才知道说有这张贴纸。可是以餐饮业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一张，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大力去宣传。那我想请问一下，申请了这一张之后，你们会去稽查吗？是会依照相关的法令去做稽查。另外，针对咱市自治条例规范，台南市的猪肉是袂用的检验出乙型的受体素，不过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
议员柯志春今仔提出农委会的公告，认为中央将修正国内牛猪的用地，将排除莱克多巴胺加入含药物的饲料添加物。这个药品莱克多巴胺在药品店是不得上架来贩售，在养牛养猪，就是在畜牧业里面，也不得使用添加物在饲料里面。但是这一份公文里面，他把它切割了，是不含。我刚讲的是说，它原本是禁止全部都不得使用的，但是为了美国猪的进口，它把它切割在养猪养牛户里面不受规范，可以使用莱多克巴胺。它虽然公告说我们这个猪牛的饲料可以含莱克多巴胺，但是它还是要去申请制造还有输入，所以制造输入的时候，农委会还会去继续把关。议员表示，农委会这份公告等于是开放未来国内饲猪、饲牛的养殖户，也会用的使用莱克多巴胺。不过，农业局长表示，该公告还阁需要一段时间的意见陈述，并且经过农委会的许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会都在关心美国猪肉进口相关议题，另外也有议员关心咱饲日本脑炎的状况，因为2018年台南传出专台头一例，今年六月同款爆发第一例，所以要求饲户千万唔通疏忽。议员尹爱达利表示，台南饲伫个2018年爆发专台头一例日本脑炎。今年六月再度来发生，对此议员要求市府卫生局是不是要调整疫苗的施打年龄的范围？我们在2018年发生了全台首例的日本脑炎，我们在2020年6月又再度发生全台首例的日本脑炎，我们不要让这些病患甚至是离开的人，没有让我们得到一点警醒啊！所以真的很希望说利用这个机会，局长。戴局长，赶快跟我们讲，你们准备要怎么做？好，那这个部分的话，跟尹爱议员来报告一下。那我们发生以后的话，我们有鼓励在15个月以上的年龄来赶快来施打日本脑炎，而且也鼓励我们在附近的一个居民的话来施打日本脑炎。那这个日本脑炎它的年龄层要施打的是由 CDC 自由疾管署这边的政策来拟定，我们是依照疾管署所规定的来办理。除了关心市民的健康，另外议员林义银也关心幼教的议题，尤其因公区是台南新生人口上多，不过在公共化幼儿园和公立幼儿园的比例，因公区却只有20%左右，距离教育部的40%比例，还有一段的距离。对此，教育局长回应，真侪问题还是卡伫个新建的土地取得，预计民国113年，还会成长3%左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为了解校园食品安全卫生，市长吴怡贴特别前往新华大新国小，了解学生用餐的情形。除了指示教育局一定要为校园食安把关，也再次强调，台南市所有中小学的营养午餐全部拢采用国产猪肉，请家长放心。每年一月起，美国猪肉开放进口，予真侪民众质疑有三八斤的猪肉会造成健康疑虑。对此，市长吴伟铁、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以及台南市家长协会9月1日特别前往新化区大新国小视察，关心小朋友的用餐状况。市长在会中表示，台南市各中小午餐一律采用国产的猪肉。有很多人对于外国的肉品，尤其是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和牛肉是有疑虑的，那我们就顺应民意来把这些。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不要让他们进来我们的这个午餐体系。那一步一步的，我们从教育系统推动，接下来也会从团膳系统，会拜会各个企业，然后的团膳人员来跟他们呼吁跟要求，这个拜托他们也以国产的猪肉跟牛肉为主。我相信国内也好，或者是。包括外国的机构，像 AIT， 他们也说了，这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化的议题。那必然政治化的议题，我们就
了解政党中间可能因为这样而攻防，那我们予以尊重。但是做地方政府的，我们要尊重我们市民们选择的权利，而且对于孩子们的营养午餐，我们是要严格把关的。我们不希望孩子吃到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针对落实校园食安政策，市府依据校园食安法规，学校供应膳食食材应该优先采用农委会认证的在地优良农产，以及国产的肉品，并检验加工品，要求团膳业者配合执行。同时，也会每当采购莱克多巴胺检测剂，为学生食品健康安全把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红花手头杯，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八点半第三公用频道。台南文旦开始展出，为了协助雪龙行销，台南邮局伫码头基安宫特别提供收件甲取货服务，同时搭配邮政商城关怀农产的专案，嘛要甲消费者做伙做公益。八月底文旦开始进入新三季，为了协助农民行销，台南邮局伫码头区成立文旦寄售处，专职处理文旦寄售的业务。除了提供优惠寄送介绍，品质更是有保障。在寄送处成立这天，市长黄伟哲、立委郭国文、农业局长谢耀兴以及侪侪名代，也拢到场表达支持。赞！赞！我们中华邮政服务农民到家啊，伫咱食出了吉安宫，直接来开这个。邮件即、這个外道文旦吼，毋是南外道咧，下雅文旦，所有台南文旦的收件处会当直接吼，直接摕来征讨，摕来标领啊，对，当交寄吼，就可以交寄好、啊，所以我们很谢谢中华邮政。感谢邮局吼，那是帮农民到处全部通路尔，而且呢，邮局每年当拢有买嘛，对无？嘿，各拢买油啊吼。所以讲咧，邮局真正非常的体贴吼，唔、哦、但是帮忙买，还佫帮忙食吼，即、哦、来食饲料，即来食油啊，安尼吼，非常感谢吼。台南邮局配合邮政商城关怀农产专栏，特别甲品德幼果园、陈小农文旦园以及 NK 幼儿园合作，消费者现在只要伫邮政商城购买这三间的文旦。每一箱就替消费者捐出10元，送予创社基金会。咱往年咱也咧捐咱的公益团体的时阵吼，因为咱的果农都配合拢做爱心的吼，所以咱去年嘛捐差不多6-7万块吼。咱今年咱目标看会当提高到10万的袂吼，啊咱会当提为咱的公益团体，咱甲咱的小农吼，尽出咱的心意吼，咱唔是干呐要趁钱尔，咱嘛是有咱的爱心吼，散播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能够引起那个共享生意那种效应啊，大家。咱的规个社会会当更加更和谐，咱会当让咱的较偏向靠弱势的民众，生活会当过啊更加好。健康又阁好食文旦是中秋送礼上好的选择。邮政商城现在阁有优惠介绍，以及大型的寄送服务，会当让消费者家己参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目前台南有九间社会福利机构拢经营面包、点心店扒手，而且为了中秋应景，嘛精心推出各式各样的月饼礼盒。上午市府伫民治市政中心的规划联合促销，邀请市长来宣传代言。市长娱乐礼盒包装设计甲产品拢卖输专业，鼓励民众踊跃来选买。市府逐冬拢会替新庄机构的中秋礼盒来规划促销，并且定点展售。今年小台交警团体嘛拢传出因学员家己所制作的各种点心伴手礼，希望提供民众送礼好选择。
更是对因的产品包装加设计，拢能看出逐档拢有大大进步，未输专家。而且内容拢经过卫生单位检验合格，品质挂保证，甚至有团体甲无同的店家合作，明显提升买气，希望降低疫情的冲击。我每一年的礼盒都会透过我们自己内部自己的设计去改版。那对于民众而言的话，他们不会一年都收到一成不变的礼盒，那所以他会对我们的回头客的支持度是相对来讲是有帮助的。是我们今年的画作哈，看起来也是非常疗愈的，仔细看哈所以整个的礼盒啊，从原料到制作出来，全部都是我们亲手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制作的哈。其中吴伟天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大家，以推广所有新疆团体所生产的礼品，并且起价促销，希望因的业绩愈来愈好。因为中秋同款是爱送礼，就算买新疆朋友的商品，鼓励因展现才艺，会当自力更生，甚至回馈社会。那中秋是传统几大节日之一，送礼的旺季。但是大家要送礼，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社福团体。许多社福团体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啊，我们来捐钱做什么？他们事实上也让他们收容的院童也好，或者是里面的工作同仁也好，能够借着他们的劳力，借着他们的双手，借着他们的智慧，借着他们的用心，来走出一片天，来把这个中秋的礼品做得很漂亮。另外，今年工商七进会嘛，透过因的行销加企业资源，三大来要协助所有单位设计网页宣传，希望摆脱因过去的是弱势、工业之爱心的刻板印象，甚至以建立品牌。所以有兴趣采买民众，麦当上市府的网站，有达经详细联络加产品的详解。台湾新闻军旗何乔邦采访报道。今年台南艺术节将在10月31日登场。主办单位市府文化局表示，今年虽然拄着疫情，不过艺术的可贵就是有生命力，所以邀请大家做伙来剧场，用艺术来交陪。因为肺炎疫情的威胁，世界各地艺文表演活动差不多拢停办。好佳在台湾因为防疫的努力，2020台南艺术节才无受到影响。活动将伫咧10月底盛大开演，邀请市民朋友做伙伫后疫情时代用艺术斗阵。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展演活动都被迫取消或是这个展延。那台南艺术节，今年又为了在此相遇，是希望说大家在艺术的领域里面相遇，希望大家在这艺术的殿堂里相遇，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珍视我们艺术发展的机会。那虽然碰到疫情，但是台南艺术节还是会继续的推动，继续的办理，而且我们希望说这个因为由于疫情控制的好，所以在台湾还是可以继续下去有这样的艺文活动。你可以看在艺术之都，不管是威尼斯，不管是意大利啊，或是这个法国啦，或是这些欧美的国家，事实上艺术活动都已经停摆了哈。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方式能够继续推动艺术工作。2020台南艺术节演出团体有邀请台南在地10个吉乐团、民鼓声舞蹈团、同党剧团、林廷旭工作室、斜杠青年以及秀琴歌戏团等演出的类型相当的多元，欢迎喜爱艺文表演的朋友为2号中道开始，提早到两厅院系统购票，就当有600+的优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午后第一阵雷阵雨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几率30%，海边平均风力4至5级，上大阵风八级。感谢收看《九月一号》中加台湾新闻，咱再会。